我打烂残也没有意义，我还刷呢。给这菜刀烫着了，留给这留着去。不然吃经验，不认错。 没法，浪人这英雄换血用，打对线儿。你看我今儿玩侠气。 我二星剑网没装备而已，我爱机。灯火辉煌的街头，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。妈的，谁给你点了？不用推啊！这我咋推进去？这烟一插子，这把就给下了。手上怎么看懂？这他妈总是看不懂。 军师，旁边坐了个军师，军师从来不上联盟，一上联盟都是恋爱脑。要去抓啥了？听君一席言，活到99老师儿，你别压了，扛着麻了，你看，机炮一开，你开机炮呗。 妈的！那狗再训训，怎么听不着这浪狗？买啥？吃啥呗？ 我没买过呀，啊，活着活着呗。苍蝇不犯，犯的是蚊子。蚊子他妈嗡嗡嗡，他妈不叫我谁？苍蝇它不嗡嗡叫，是不是？这能走，有山就能走。全能挖住。 别笑，你也是那，你啥？你笑恁同行干啥？恁那这导游那笑啥嘞？你也能打开那龙台图操作？我这机，我觉得这自己不懂，看都不知道这个啥嘞，太难看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妈不一停啊！ 我打龙其实有点小危险，注意敌方动向。我他妈有点吓尿了，感觉。我妈寒冰刚好像往下走了，尿都吓下两滴儿。 在偷龙，哎，跟偷人家老婆一样的，刺激的很，我操！那就是这感觉。小龙不是公共资源，你偷人家秀样的。啊，当初看我的尽力反对。那啥的。
啥个鸡巴帽呀！啥个鸡巴呀！所有小妹儿全部，妈的，真惨！妈看见，小妮子娘的，比的三角山的。不亏，你不懂呀！你要把中介送给辅助，知道吧？ 是不是我这把都没想过，你知道吧？好不好都无所谓，反正是不亏。中介早送出去早安全一点。看西剑不？哎呀，勾枪中，确认吗？这人的神将就打不出来的，操！那神将就被勾住，这都过去了，都不给自己留一丝余地。看勾住还跑啥？我就是打的。 好了，我搁这错，一个不留，留了。我先插这吧，插这，来人都是。 他预判我，说我预判错了，哥。我这套要一层，这就是昨天前天刀两次，直接素质清晰，不给女人打人看就不想女的了，专心打游戏，心中无女人伤神自然神。这确实是实话呀，女人只会影响我伤神的速度。 打完之后直接离地成佛，我比佛祖还正。呀，我真错，对吧？咋会没呀？我丢住人。 他给下边的，你看他刷也刷也到处都能看出来，他蓝 buff 因为是给下边打了一波，不是直接刷的。你教学的。女人也确实会影响刀管的速度。我会看到这，我现在都算是。算是随便上。 我三杆咋抓那冰虐打不过少女，能拆了。装不是我的目标，我的目标想拆了。拆完下他再打小龙，我还来不及的，然后再把他的呼啦圈踩了。 打折就刷，有打折再回家，更新装备出去打架。那猪皮色女，操他妈！
你能咋能站这位置呀？我这，怪不得你总是，惨真惨，没点意思。确实惨呀，大师总是。 灯火，微光，这头。YG拿头无所谓的，这英雄从头打到尾，厉害，他塞不了YG。呵呵，踩死呀！带上吗？他飞行慢，不像影子反应快。 不动了，因为他是狼，人家不怕，为何不怕？因为不怕，所以不怕。卡啥呀，狗熊狼！不嚣张，玩什么联盟？玩游戏你咋不装逼？现实中你也装不了，现实中一装逼打我了都。 游戏的时候就要好好打，上班的时候也要偷偷打游戏。末一的时候就要认真摸。哎呀，我他妈点错了，我干嘛？哎呦，不会真让他 C 了吧？ 哎呦，我操，完了！哎呦，完了！我操！
这直接没，就是更像眼睛的，眼睛的那一块去。我操，把针戳。 确实，妈的，随意一下。那不是摩卡？这盘还真有可能让这YG给塞了，他妈YG拿太多头了，八个。 我们家 ADC 他妈还没来了，你看你给人家那给这发型哈，你缺队友了，你这位小虫子嘴巴光确认会中。三轮才零点几点满分？8点，现在估计都关了，因为冬天估计7点。因为我哪时候不都我6点我都去了，我老怕关。 这位置不好，这位置拉不开的。 他能给我卡到这儿。OK， 拿下！新来的兄弟们，没点关注的帮主播点点。